今天国科馆员的任务是我们要去直击精彩学社一个新的开箱文。Let's go。新的精彩学社，我们来拍那个什么精彩学社的那个瓷器开箱瓷器，说现在已经有蓝牙的马桶，现在这件事情已经是早上了，是啊，可以跟蓝牙可以放放音乐，好漂亮，好，真的好漂亮，谢谢你，谢谢学社，谢谢，拜拜，大家辛苦了，拜拜。我们刚好抓到一个 ITM 的一个学生，然后他是叫什么 J OK， 他以为自己是周杰伦，所以叫 J。 但是我们要去仔细去看看开箱他住的一个地方。你去哪里？住楼上313号房。这里是哪里？这是精彩宿舍。可以进去吗？可以。 OK， 有没有可以看到？不可以看到了，就还没有看，没关系，这样那我们就上楼去吧。走吧。精彩学社在109年9月4日完工，耗资近6亿新台币，全部共600多个床位，户户都有阳台。在学社一楼，经过电梯间就是逢甲的住宿中心。每次的电梯，终于学生可以不用再爬楼梯上面。公寓里的中间走道有着各式各样的家电用品，非常完善。公寓里的浴厕做的是干湿分离，风格看起来很像精品饭店的设计。会不会冷？会冷。你看那干湿分离是吗？它每次马桶还带点蓝牙，会播音乐。我想。上厕所的时候，不管是大便小便的时候，都有音乐陪伴，所以你会有节奏感的排便，很顺畅。HCT 的一个，我想这个全台湾的创举，有一个蓝牙免治马桶，厉害！哇，我看完了一个蓝牙的免治马桶，接下来我们要去看看他们的宿舍，这是你的房间吗？四人房的公寓做成两两一间的套房，套房中有小桌子、一台电视机，以及足以应付生活的各式收纳柜。你觉得宿舍怎么样？你觉得宿舍怎么样？就很新啊，然后这个，然后它有一点点就在，就是抱着那个熊在睡觉。这里一个人多少钱一个月啊？我不知道。所以基本上你是偷渡进来，你根本不是住宿。7-8千吧。7-8千。那你觉得划算吗？如果在外面住？在外面住啊，应该是全新。
对啊，安全。而且它好像这些电器是放在里面，不能影响。那个是无孔间，对，可以可以放很多袜子啊，比较私密的东西可以放。那个这个单位总共几度？我昨天我醒的时候来了一个，现在我不知道。那会不会是七月份开？哦，没有没有。好，我们去敲敲。他这么敲很久吗？就是下层的单人房，接着是一楼的厕所，一样是干湿分离。进门后的右手边是采光非常良好的交易厅，挑高的楼层，连上方的房间也能有非常好的采光。打开窗户，可以看到每一间宿舍都有阳台，这点真的不得不说，逢甲这间宿舍非常的有诚意。交易厅的另一边是最让人惊讶的地方，整片落地窗，一应俱全的厨具，还有工业风的灯具，让人意想不到的就是柔中柔。这宿舍一个月多少钱？你知道吗？一个月多少钱？你看。看到的是二楼的厕所，附上滚筒式的洗烘衣机。洗衣机，我才也是那一块，可不用跟别人共用啊。它是滚筒的。哦，哇哦！它是洗烘衣机的。对，哇哦！那也就是你不用拿下去。
其实它这个地方我们刚刚如果有蓝牙的可以放进来，可以遮掩自己在上厕所的时候。还有无敌山，无敌山，你看看到山呢？无敌山景。但这个窗帘就是好。哦，这个比较好看。接着是上层的两间单人房，简单的摆设，石材质感的墙壁，个人隐私空间非常足够。走，我去开灯。在公共空间部分规划了许多可以讨论的区域，大大弥补了传统宿舍没有空间可以讨论课业的缺点。好，就去楼下洗衣房看最新的洗衣设备吧。洗衣房就是他们共同的，共同的整栋一起可以在上面。对，连我们整栋也可以一起过去洗的。那他们是每次自己投币？对，自己投币。新的洗衣房，大概是你直接看到这一段，绝对想不到是洗衣房。看，超漂亮的咖啡。精彩学色的公共空间，类似咖啡厅的吧台高脚椅，全新的洗烘衣机。30块钱37分钟。现在可以转台，只要是没有使用的器材，上面就是写30这样。然后这边还可以选择洗程，有精致洗、一般洗跟免烫洗等等的。然后选择完之后，要大力一点，按这颗绿色的启动就可以开始洗。它的那个洗衣机是先丢哎，对，洗衣机是直接丢入。那如果比较私密的东西，可以在那个。在大学里头有这么大的一个宿舍，是个非常